谢。跟你解释一下，因为他们要躲雨，两边的话只有右手边有雨棚，所以呢，把中间门打开，他们可以互相走动。那因为男生跟男生他们会抢地盘，会打架，所以把一只关起来。哦，所以总共两只男生。对。好的。他们会互相欺负。对，尤其是当你发现他们在争抢食物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他就不管你是谁了。嗨，小黑。好，我们请他们吃早餐。嗯，那李公公在喂吗？他来不及吃，你给慢一点呗。你看他还没吃完，你一直喂，好像你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催你吃快点，吃快点吗？你吃什么？我喜欢吃胡萝卜。真的、啊？你呢？你也喜欢吃红萝卜吗？对啊，那我们家也有。来拿过来一点，不然那等下会偷吃到。手手，别抢的、啊！他偷偷亲你哪里？手手，亲你的手手。你过来呀、啊。两只都没吃。好的，是公的，这里面有两只公的。吃完了，我们去小区。这边。